Hello，目前复习的是长篇文排版五，正确的套用流程。好，那此则排版五的操作流程跟排版四套用自定的样式，操作流程都大同小异。OK，那差别是在，我看一下，一个是已经打好字之后，然后呢，现在要实务操作的是未打字之前。好。比如说呢，我来切入主题。好，这是范例。那刚才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我这边有一个空白档已经定存了。好，记得要先把空白档先定存一个新档，然后储存在桌面上。是，好。然后呢，浓缩在底下。好，实务操作一下。好，点一下这个范例，一样是这边样式看一下。好，之前设定的零、一、二，标一、标二、标三。好，要把这个样式的范例呢，套用在空白的这边，操作一下。首先，常用一样样式的区块，按着点它一下。好，接着呈现一个样式长方框，最底下有一个管理样式，一支笔，点它一下。好，呈现一个管理样式方框，在最底下预设是紫色成文件。好。注意一下，然后最底下一个汇入汇出，好，呈现一个组合管理的方框，然后由左套用到右的意思。首先呢，一样，先把档案叫出来，这边点两下，刚才出现在桌面上。好，类型这边点它一下，所有档案，然后它会呈现。好，桌面上在哪里找一下，笑，怎么看的？是刚才储存的名称是，好，这边就这样开启。好，此刻已经进来了，看一下。好，答案是好。那把答案交出来之后呢，再由左侧这边，要不要点一下零章？好。先往下试，选取范围，然后点一下复制，一样，全部揭示，点它一下哈，看一下如何判别。这边本来没有零一，已经有零一，然后呢，往下拉，看一下，标一、标二、标三，OK，好，这边已经完成由左而右的一个复制，好，接着关闭，好，再把这个范例，原始范例关闭，接着。这个是空白的，看有没有进来，看一下。好，一样进来了，零一二，标一标标三，好，OK 之后关闭。他问你要不要储存，记得一定要储存。好，然后再把它叫出来，点一下。好，看一下常用样式的区块，已经进来了。我来测试一下有没有成功。比如说呢，标一，好，Enter，接着章内文点它一下，先点选然后再打字的意思。那时间的关系，我用英文的符号带过。OK，好，标一，接着是阶乘二，标蓝色。OK，然后呢，一找接内文，点它一下，OK，看一下到了那个区块，层级已经出来了。好，就是标三紫色的，OK，然后呢，看一下单元，好，紫色内文。时间的关系，我先大概做个一个测试，好，再 Enter，然后再假设是第二章也是标一，再点它一下，记得先点，然后再打字，好。好，章的内容点它一下，看，好，
此刻已经完成整个设定了。好，那假设最后一个步骤，我完成了整篇的文章，也进行了美化，希望呢能够在做修改的方法有两种。第一个是，比如说我现在是假设我章的内文想要变颜色，好，那点它之后呢，在章内文这个区块，好，常用样式上面章内文这个区块，之前复习过按钮点它一下右键，好，修改。那假设要变成红色，变成黑色好了，一下黑色，好，这边黑色预览是这样，那确定，那看一下，假设有300页，那300页的章内文都变成黑色，好，很快速。那这是第一种方法，还有第二种方法是李永秋老师的。好，我先还原一下，比如说呢，一样是章内文要变颜色，首先点选范围，好，接着是常用这个字形这个区块，点一下黑色的，好 ，OK， 然后再到一样，用是这区块，章内文这区块，右键，刚才是修改，现在是更新。好，等一下，第一个更新章内文，样式一符合选取范围。OK， 看一下这边章的内文变了黑色，这边变黑色。OK， 看一下，那假设有300页的一个章内文，一样是可以瞬间完成一个修改的意思。好，两种方法，记得按右键。好，一个是修改的方法，一个是更新的方法。那修改是在样式里面做修改，那更新的话是在外面常用字形段落的区块做一个更新，两种方法，好，特别留一下，很简单。好，再还原一下。OK， 好，以上已经完成一个正确的套用流程，看一下。OK， 记得要实物操作，很简单的那。此则的范例跟排版四大同小异，差一点是一个是已经打好文字之后，那此则的范例是未打字之前。OK， 以上，好，待续，这是长篇文系列。OK， 好。